主料：猪肝200克，茶树菇200克，辅料：芹菜100克，姜蒜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猪肝洗净切片，并去血水，可用盐或者生粉处理。茶树菇和芹菜洗净，切断备用。热油锅下猪肝滑至七分成熟成起，再下茶树菇和芹菜炒至熟，倒入猪肝重新炒，加入盐和进行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胆固醇高者少吃或尽量不吃猪肝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